台铁新购的首列 EMU 三千行星自强号列车，最近已经完成了静态测试，而在今天是首度上线试运转了。最新情况，立刻请记者郑一山带你来掌握。澳洲观众，台铁新购入的 EMU 三千型的新的自强号城际列车呢，这一天呢终于通过了静态的测试，已经开始展开动态测试了。其实呢，从19号开始哦，幸运的民众呢可能可以在树林到丰原之间看到这一台列车。那么现在马上就带大家来看到这一台新列车的外观。那可以看到这台列车呢，车身是以白色为主体，也可以看到这个驾驶舱前面的玻璃呢是整块黑色的大面积。另外呢，车身除了白色主体之外呢，车厢之间呢也有红色线条连接。那么每列车呢是有12节车厢，是比普优马的8辆车厢呢还要再多。相对来说呢，列车也会提升4成的运能。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哦，这个列车呢也是台铁首创要将设置商务车厢。那么这个车厢呢将会有30个座位，每排呢只有3个座椅，所以呢空间也会比较大。所有的商务车厢呢都会提供免费的无线上网服务。不过呢，因为现在呢还在测试阶段哦，日本的工程师也还在车上，还有一些测试的仪器，因此呢目前还不开放民众到车上来观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只能先看看外观。那么这次呢，台铁是耗资了442.9亿元采购了5列像这样子的 EMU 三千型的城际列车，首批呢是在7月30号的时候交车。这一天呢已经开始进行动态的测试，预计要在80天内累积完成60天的成功试运转，取得安全证明呢才有可能最快在11月下旬和12月初的时候来首航。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，先把时间镜头交给棚内主播。